现在，我的昊天城还差最后一个魂环，这个位置。
深海魔镜王的修为深不可测，这次可是要好好找他算算账。我们可不是当初的史莱克七怪了。我们上次离开海镇岛时，波塞西前辈给我们介绍过波塞西大人，也未必能够战胜，一定要谨慎小心。成神，小白，你一定比我们熟悉深海魔镜王。给我们介绍了深海魔镜王的一些情况，听说他即将化龙成神。坦白说，我从来都没见过深海魔镜王，至于他的能力，就给我们讲讲他的各种技能和实力吧。奇怪，你怎么会没见过？他的能力更是一无所知。抱歉，绝不允许进入魔晶海域。进入魔晶海域，没见过他呢。我们族群的族人，从出生就被长辈严厉告诫。小白，从这里到魔晶海域还要多久？从最快生，基本无法生还。这么可怕！最快速度赶路的话，差不多两三天。 3天时间，我们从这里绕过去，避开无贼王。到时候我去深海魔镜王，去读电鳗群的攻击。魔镜王开战，大家趁机去试探深海魔镜王各个部位的攻击防御能力。 准出有留。
I don't know.